果然系顶流啊，顶得住啊！做嘢啫，你知啦，丧尸无性噶嘛，一阵整亲，屋企人就担心。冯导，你咁锡身，边埋到你身？哇！啊，sorry， 咁差仔。你睇，现场就系咁危险啊！我以为有头家，就应该会搏尽啲。就系因为有头家。 先要識得錫身。其實你拍咁多 HPV 廣告，你自己有冇做足預防㗎？有啊，你咁錫身，你冇咩？咁咪無端端去做 HPV 預防，啲人實亂諗嘢啦。但係，就算身邊嗰個係你初戀情人，咁都會中㗎喎。 费事搏，吓，话明男人工人嘅头颈癌，又话顾好自己，咁你又唔使咁激动，喂，你睇下你青筋都染埋，咩青筋啊？做咩你？哇！男人生存法则，预防 HPV 及相关头颈癌。男人正系话医生。